还好吧？你在睡觉？我车子停在那边嘛，就经过的时候就看到。在哪里？对，到这里了。你。睡觉，你怎么睡这么不舒服？伯伯，你今天哪在吃啊？你哪在？你哪停在吃啊？两米外，你哪停在吃啊？你是因为像身体无爽快停在吃吗？他现在讲话都很不清楚，然后意思还可以讲话，可是他讲话很模糊。开始路人刚才发现，他说从下午，可是刚刚有一个路过说他昨晚就在这边了。昨晚就在这边了，身上都有臭味啊。